你这也用水，也用照相机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今天现在是早上是7点多，我在看你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优酷吧。早饭，哎，不是号称吃早饭的吗？来，你还好吃好吧？哎，哦，这个不是一般的奶糕，是。对，你那是荔枝。荔枝。荔枝。啊，荔枝。上班弄点奶油。没有蛋糕了。你试试看，咸淡差不多吧，好吧，不够我再放点盐。这个是你们两个是特别的。这个是我今天去那个。山寨的 Westelm， 哪里山寨的？就这一套，这一套是 Westelm 的款，是吧？啊、嗯，在淘宝买的。对，这一套是500多人民币吧，然后 Westelm 上卖，差不多价位，但是是美金。这个是口红花。还有，这是什么？猪笼草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拍那个，红本本上面照片的这个妆容。我今天特别穿了白色的 T 恤，但照出来感觉皮肤好好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哎呀，算了。不拍了，我现在用不着化妆，哈哈。不用化妆。嗯，我今天，对，我今天的安排是上午去场地一次，然后开个小会吧，然后中午去外婆家吃饭，下午去试妆，她去理发，然后我试妆理发完了之后呢，去。那个一家很有名的拍这种，红本本证件照的这个店叫天真蓝，去那边拍那个红本本上的照片，叫登记照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地方呢，就我之前不是试了很浓的试妆的照，试妆就是给结婚当天的那个试妆嘛，然后试完之后妆肯定太浓了，对于这登记照来说，那个天真蓝会帮我就是调一下这个照片，啊不是，会帮我调一下妆容的，所以我现在化的妆呢，只是现在就是出门稍微那个一点，但这个衣服是我打算拍那个登记照穿，白色的 T 恤，你要上镜吗？然后用这个 CPB 的高光撒一下。我刚才用的腮红是 Clinique 的那个牛奶粉，叫做8号 Melon Pop。情侣 T 恤衫，真可以。
来了刚些多天数哦，就今天是好天气。那行，我们走吧。你下来了太近了。那到那个花，花那边去拍好了。拍了吗？啊，就在你们下吧。